生，请问你几岁？六岁。六岁，你现在是大班吗？大班好。老师来跟你玩一个游戏哦，这个叫做语词节奏，这个叫尺。你念一次。是。这个叫做铅笔，两个字好了，铅笔。好吧，那叫尺。是。铅笔。橡皮擦。橡皮擦。念一次。橡皮擦。四个苹果。四个苹果。好啊，我们念的时候手要这样给它比一下。尺。尺。铅笔。铅笔。橡皮擦。橡皮擦。四个苹果。四个苹果。好，你注意我先念哪一个，我会念四个东西。还是我先简单的三个就好。开始。橡皮擦、铅笔、尺。换你学我。橡皮擦、铅笔、尺。很棒哦，一次哦。铅笔、橡皮擦、四个苹果、尺。换你。铅笔、橡皮擦、四个苹果、尺。很棒。再来，然后换你考我，考我，你试试看。四个苹果，铅笔，橡皮擦，尺。哦，这么难。四个苹果，铅笔，橡皮擦，铅笔。不对吗？再一次。四个苹果，橡皮擦，尺笔。四个苹果，橡皮擦，尺。铅笔，哦，好难哦！你考得太难了，交换位置哦。交换位置哦。好，尺、铅笔、橡皮擦、尺、铅笔、橡皮擦、尺。对。